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60页，第二行看起，圣洁受持要修。请看经文，摄取受持，当获广大一切智智，于彼法中广大圣洁，获大欢喜，广为人数，常要修行。流通分里面这一段非常重要，我们学佛得不得受用，关键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。这一段经文不长，只这么几句话，讲了三章。第一个，摄取；第二个，受持；第三个，要修。就讲这三桩事情，能够落实这三桩事情，这真正学佛人啊，真正是释迦弟子、弥陀弟子，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遵循。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是以我才遇此法门，就是我们这一些人遇到这个法门，就是这部经、这部注解。那此就是指的，应当啊深庆幸，不但要庆幸，要大清醒，要深清醒。为什么？太难得了。佛经上常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得人生不容易，闻佛法不容易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我们实现讲经300余回，说法49年，所说的一切经，我们今天问哪一部经可以能够代表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？古来祖师大德
都公认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为什么？其他的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，啊，宗门教下经论多，太多了，我们一生呢也不容易去看一遍了。你要问哪一部经最重要，可以作为总代表啊，那就是这一部。这部经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道啊。而且呢，人人都能修，个个都有份，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啊，所以这八个字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你应该深清信，切莫错过啊，错过后悔来不及了啊。这八个字在流通劝导我们依教奉行，最难能的八个字，这两句话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注解里面所说的啊，你很庆幸，你没有错过。怎么样才是真的没错过？下面就讲的悟道，当前的急务，第一桩大事情就是舍去受持。为什么？色可获广大一切智智，你能够得到。一切智智是佛的智慧，成佛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在这一生当中啊，你肯定会成佛。啊，这一个法门，当生成就的大法，人人有份。读书好学的人有份，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人也有份啊！历代祖师大德给我们做这一部经的注解，这些大德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开悟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即使是没读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他能够信，不怀疑，啊，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西方有个极乐世界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清净阿弥陀佛，生到无量寿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里面最难能最可贵的寿命无量，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，活在这个时间长啊，所以一切佛法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有机会圆满成就，跟佛一样的一切智智。
注解的第二段摄取往生论里头有解释，极乐世界依报正报一切庄严功德成就，太多了，简单一点点，略说如一法句。什么叫一法句？一法句叫清净句。什么叫清净句？为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。这一句难得，这是我们的自信，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真实智慧，不是从外来的，外面没有，圣贤教诲大乘佛法可以帮助你，引导你，那个里面也没有真实智慧。真慧智慧从哪里来？一定要依教奉行，要放得下，要看得破。放得下就是真实智慧，看得破就是无为法身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真的了。啊，这个地方讲的清净句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给他的老师五祖报告的头一句，啊，五祖考他了，你开悟了，啊，开悟是什么样子？说来听听。他第一句话说：“何其自性本自清净。”这就是清净句，所以清净就是本性了，本自清净，确实一尘不染，无论是在物一尘不染，在迷还是一尘不染。不会说迷了就然，迷了他不然呢。然悟的是什么？然悟不是自性啊，是阿赖耶识啊。我们一般讲妄心，自性是真心，真心是清净的，没有污染，妄心是污染。所以叫阿赖耶识里头，乐歇淫子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。通通落在阿赖耶里头。阿赖耶染污。那么我们就晓得。大乘教里佛常讲如清净句，啊，多半讲的就是开悟了，见性了，见性就用真心了，不用妄心了，用妄心没见性啊，
那信心难呐，不容易啊。有没有巧妙的方法让我们可以也可以坚信呢？有，此地讲的就是最巧妙的方法。啊，这个方法是，就是念老在此地所讲的，一法具者为清净具，清净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这就清净具。啊，又弥陀要解偶业大师说的，说业业庄严。全体理性，这个业界庄严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清净庄严，从哪里来的？全体理性变现出来，理性就是真如本性。是理，是法界一真庄严是四，离根四是一不是二。迷了的时候，你见到四，没见到理；悟到的时候，离四完全明白了。偶业大师这一句话，业业庄严，全体理性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这是大彻大悟的境界，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，菩萨境界，阿罗汉还没分。大师说出这一句话，也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他明心见性，不是明心见性，这句话说不出来。若能了达极乐，一切庄严成就，若一法具，从理啊，从事。四是极乐世界的四相庄严，就明白道理。理是自性，是清净心。啊，说从四啊，入一法具，这些关键在此地。入是什么？其如真的了，豁然大悟，悟到什么？离四是一，不是二。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？自性变现的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从哪来的？阿赖耶识来的，心相生。大乘经佛传说，一切法讲我们的宇宙，十方诸佛刹土，从哪里来的？从心相生。我们自己心里的妄想，这个心想就是妄心，就是阿赖耶。啊，自心没有想。所以他们有现象，它是不思议的境界，跟四理法界跟四法界是一不是二。好像我们现在屏幕前面，自性是什么？是屏光荧光幕
屏幕。十法界是什么？是屏幕上现的影像。影像在哪里？影像在屏幕里。屏幕在哪里？屏幕在影像里。这个意思懂不懂？你要听懂了，你透着一点消息了。所以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。不可能独立存在。独立存在，理可以独立，事不能独立。事是理性，怎么能够独立？所以即事而真，真是真理啊，真理就是自信的。从这一切事就明白，就开悟了，就通达离体。离四是一，不是二啊。那离上什么都没有，四上全是假的。同样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一念迷现一个相，一念又迷又现个相。那我们要问，一秒钟能现多少相？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话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弹得快的，身体好的，我相信可以弹7次。32亿8000，100个千作为单位，所以一秒钟7次等于2240兆次。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看的这个幻象，就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的。佛经有科学，这是高等科学。2240兆一秒钟，无法想象。所以《般若经》上佛告诉我，万法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你哪样可得？我们身体这个样子，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次了，哪一次是我？哪一次不是我？你能把这个想通了，达四明理了。怎么修法？绝对要放下，放下清净心现前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从早到晚，你睡觉还会做梦，做梦也是起心动念。没有起心动念，梦从哪来？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呢，一秒钟啊，2270多兆啊，不能不记住啊。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彻底放下，即事而真。从事大理，我们都是从这个修。那么今天师尊传给我们最殊胜的法门，一句佛号，不起别的念头。起心动念，阿弥陀佛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你要认真念。决定不偷懒，
决定不马虎，真正下定决心，那一天从这开始，我就一天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离开。明天再念一天，念上一个月，慢慢养成习惯了，一天可以念一万遍。从这起，两万遍，你的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经可念可不念，经是缩小了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受一切经缩小成一部，这么一次，这一部经念完，就等于一切经全念了。妙啊！所以叫你要珍惜呀，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太可惜了。尤其是年岁大了，像我这个年岁，什么都放下了。我要不放下，我就错了。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啊，靠得住保险呢？谁保险？无量寿经给我们做保险，就是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给我做保险。保险我成就。你能不能相信？能不能求生？能发愿，能相信，能求生，决定得生。佛法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了，这2000年当中，多少有才华、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德行的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依这个法门成就的有多少人，不计其数啊！这些人是我们的证明啊！他能成就，我也能成就啊！我为什么不能成就？我们不能成就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放不下。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无论是世间事还是佛法的事，只要有一桩放不下，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的功夫是纯道基础、专道基础，不能有丝毫夹杂，才能成就。我把这一句再念一念，这非常重要句子。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，入一法具，从理从事大理，即事而真，
地心万德庄严，直如一句名号之中。你能不能相信？真能相信，你真得利益。三恶道决定不能去，今天这个世界无可留恋，为什么无可留恋？刚才给大家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，你还留恋什么？这一弹指它生灭多少次了？所有的现象，整个宇宙生灭多少次了？一弹指32亿8000年了。我们把它换成数字，320兆，一弹指320兆，根本就不存在啊！存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样啊。从这个地方你好好想想，看电视能不能开悟？难呐。他忽然想到这一点，电视是什么？电视一秒钟才100次啊。佛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，眼前的世界，一秒钟是2270兆啊。无法想象啊。一秒钟100次，在屏幕上就把你欺骗了，你以为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一秒钟2270兆，这真的。啊，这一句话说得好。地心万德庄严，万德庄严是讲一报真报啊，变法界虚空界一报真报啊，能现的是自性，所现的是万法，直如一句名号之中，这还得了？他在哪里？他在阿弥陀佛名号里头，我心中有名号，我心中有整个宇宙，一报真报一样都不缺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为念佛？你为什么糟蹋你的光阴？念佛是你的命根，你的命根在这里浪费，一直浪费到死亡，死亡之后搞六道轮回，大错特错啊，太不值得了。啊，我们这部经到了幕后了，幕后我们还要细数，一字一句都不马虎。讲完之后，我再讲第五遍。第五遍怎么个讲法？就是我现在这种讲法，
那可能一个小时只讲几句话，但是有受用，管用。啊，不是研究教理的讲法，研究教理去找年轻的法师。这个路我走过来了，我不走回头路了。啊，我现在这个年龄给大家在一起探讨的，怎么样我们决定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咱们干的是这个事情。万缘统统放下。净念相继是摄取。记住，摄取是什么？就是清净心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就念这一句佛号，念念相续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速度快慢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杂念，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，这就叫摄取，这就叫净念相继。下面说，弥陀名号，正是正摄智慧，无为法身。法身功德不可思议，故名号功德也佛不可思议。取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念佛，做什么好事都是假的，人天福报而已。啊，但是有一桩事情是真的，现在人信假的，不信真的。到处可以看见，信真不信假，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。怎么办？十年之后，二十年之后，三十年之后，我们不是在进步，是退步。古圣先贤的教育没人学了，都说这是落伍了，不适合时代了。那么古圣先贤的教育肯定会衰，会在这个世间消失了，变成极少数的人住在深山里头，不喜欢跟这个世界往来的，那稀有再稀有啊，太难得了。那我们先前时代比三五十年之后不知道好太多了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汉学院的原因。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有年轻人来继承，年轻的菩萨，年轻的再来人，不是再来人他不相信啊，真正相信再来人，我们遇到能信能发大心，我来干什么？我来救传统文化，用什么方法来救？读古人书，
讲解古人的书，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后人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不能没有传人，一定要找传人啊！只要你放心，你就会遇到啊，好学的人。最简单的看法，孝顺父母、尊师重道的人，那就可以传。他只要有这个心愿，就能传；没有这个心愿，靠不住。你再好东西教他，他也不会传下去。他心不在焉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孝亲尊师是圣贤的大根大本，孝亲尊师也是成佛成菩萨的大根大本。啊，离开孝亲尊师，圣贤的法、圣贤的道就没有了。我们观察一个人，我们跟人相处，嘴巴不必说，心里有数，要看得出来，这个人可不可以交际。尤其学佛法，学传统的典籍啊，他能讲，他有没有做到？能讲没有做到，我们只取能讲的一部分。我跟你学，学解门，我能理解，我也能讲。更重要的，你没有行，我要行。才能把五千年文化传下来呀，功德无量无边。啊，如果你想就是人大慈大悲，你是菩萨，你到这个世间来现过往身，现宰官身，今天讲从政，为什么？为人民服务，为人民造福。这个做官的是好官的，是来救人，不是来害人。啊，到这里来一趟值得，有价值。啊，方向没错。道路直通圣贤大道。啊，出世间叫佛菩萨，在世间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成为大圣大贤。这叫没白来。不能不知道。无为法身，功德不可思议啊，真实智慧都是自性本具的。法身功德不可思议，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，叫我们受持，受先受，依教奉行。本经宗旨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宗是修行重要的道路，
依此而修，是名为受。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道理，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方法，认真去学习，这就叫受啊，真正就持保持至持名号与持诵本心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要不要搞别的？不要搞别的，别的通通放下，恭敬礼拜，因为它也是好事。但是好事只有头等好事，念阿弥陀佛、念无量寿经是头等好事，不要再改了。啊，学其他法门可以改，改这个路越走越近，越走越宽敞，越走越自在，这是可以的。啊，要换别的道路、别的法门，很辛苦。啊，我这一生得讲个性，不是好好个性，一定要把东西搞得彻底透彻明白，我才会相信，亏吃大了。啊，善根深厚的人，他看一遍、听一遍，他就真干了。啊，我对这个完全相信，完全接受。85岁才开始，85岁之前都在一些大经大论上，啊，贤首天台，慈恩，啊，还包含一些小乘经教。都在这些经典上下功夫啊，遇到无量寿经，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，我还不完全相信啊。我讲华严经，讲到善财童子83参，我才完全觉悟了，明白了，我走的路子是迂回的道路。我放弃，我走直道，直通。那直通是什么？就是无量寿阿弥陀佛。啊，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。别的不搞了。啊，年轻早年间，80岁之前，你来看我。我的房间四围都是书架，都是书。现在你看我没有了，不要了。有人喜欢你送给别人，留给他人物，我不干了。我就一句无量，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声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往后讲经，我也就是一部经，一句佛号，给大家做证明。事出世界，名闻利养，扫除得干干净净。啊，那么这部经。宗旨前面都过的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宗修行要紧，宗旨是依此而修，是名为受，你真的接受了。持
智持名号，有读诵本经，这都叫持。所以受持就是读经念佛啊，念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可别搞砸了。你念了多年不灵，什么原因？杂心嘛，夹杂着妄想来念。错了，念佛不是修消灾的，求消灾。为什么？念佛人没有消，没有灾，消什么？念念还求消灾的，那个灾还没断，还不少。念这部经，念这个菩萨，消这样灾，消那样灾，消不完的灾。再消不完，还继续还在造业，怎么办？大问题啊，不是小问题啊。60岁以后啊，就不能含糊了，要走近路啊。近路就是无量寿经、阿弥陀佛。没有比这个更近的了啊！经是理论，是依靠，必须要通达，要搞清楚、搞明了，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念不离佛号。下面念老告诉我们。是地菩萨不离念佛，此一句佛号为佛与佛乃能究竟。是以等觉大师也不离念佛，我等凡夫但当老实念去。这话是多恳切，我们是凡夫，妄想杂念，洗不掉啊！回头再看看《华严经》上讲的释迦菩萨，啊，《法华经》上讲的等觉菩萨，都不离念佛了。观音是智，文殊普贤，地藏菩萨，哪一个不念阿弥陀佛？哪一个不求生净土？他们的本身都在极乐世界，到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度众生。化身去的，那本身在哪里？在极乐世界，在阿弥陀佛身边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。真的不是假的。念老在此地劝我们，但当老实念去。要解云：以持名善根，福德同福。你要修善根，你要求福德，善根福德在哪里求？原来在念无量寿经，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的时候，
圆满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相同。圆满的大福德了，我们要记住啊，下面是念老的一句话，灵峰大师此言：真得十方如来之水也，是因敬畏来记顶礼膜拜此一句也。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念佛时就是善根福德同佛时，是故当获广大一切智智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经注句句要紧，一句紧凑着一句。如果我们当面错过，那真叫大不幸，那真正叫没善根没福德。啊，有善根福德的，就这一今天讲这一个小时，他要依教奉行，他就能成佛，他就能脱离六道轮回。所以功德福德同佛了，不是同菩萨，不是同阿罗汉。好，今天就到此学到此地。